我要调回来。今天要给我听，好来来来，快别帮来。我讲来啦，好啦，那个我阿姨来，我讲来，好啦，那个我讲这帮人要吃啦，好问一下。妈咪，我先去买一下。那大姐刚才说石斑鱼是不是？哦，石斑鱼给我洗过吗？石斑鱼跟我阿姨去哪先，好不好？啊，你有讲啥就去讲安尼啦，好不好？吼，我讲来啦，吼，迄个我阿姨啦，吼，还是石斑鱼啦，吼，石斑鱼也不多啦。我当时用炊的好食，用蒸的好食，啊，蒸的歹食，我用炊的，用煮汤的啦，吼，一斤偌济？一斤是给240啦，这一尾都唔嘛一斤起条啦。反正这个细尾来起来，一尾拢要一斤半重伊啦，吼，一尾来就偌济，500-400-300安尼啦，吼，两尾卖600，吼，两尾卖600，卖五啊五啦，吼，我就是500块，下头500块，下面吃500块。你啊，石斑鱼无啦，咩也无500块，石斑鱼啊，无啦，我讲嘛，反正我只爱食，莫讲地讲啦吼，就只爱500块，就500块试试啦。哦，石斑鱼500块，想要吃500块，石斑鱼想要吃500块，900块就是500块，九百想要吃500，有人咩爱无？900-500，靠腰啊，都帮我吃完吼，我地讲咪啦，我讲啦，我讲来啦吼，不要只手脚袂放，你要无话袂放，袂放啦，我讲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好啦，来你我讲过来啦吼，不要不要，我都吃死啊，我等你啊吼，吹好食，蒸好食来好不好？哦，炊真好食啦，安尼啦，好不好？哦，炖用炊用真好食，菜你拿过来，我就归下来，我卖讲上久安尼，好不好？我卖讲上久啦，吼，这叫啥物鱼？我阿姨啦，哦，我啊，要食我啊，归下来就好来，卖讲一尾两偌济啦，300，哦，廿二啊，五起啊，200，啊，大只就好啦，哦，大只就好来，要食卖讲一尾卖200，少少条条，卖讲几公啊，好不好？我啊，吼，一尾卖200，两尾卖400，反正上好是要甲你讲死就好，安尼啦，吼，两尾卖400，开三个开300就对啊，300块。好，我阿姨两尾300块就对了。我讲来吼，要食我阿姨就300块，我阿姨要出来。好来，我阿姨300块，先食我阿姨300，要来，我阿姨300块。你食我阿无300块，我阿姨要来300块。啊。来，快讲好来，你来找我取。等一下要20度。你来找我。快讲来，快来，这下要食，我就借300块来，都来300。快讲来啦吼，来咧，我就借看下要食来好不好？我阿姨300块来，都买有几个阿盖头尾，你看有人吼。我今日我阿盖头尾盖错啦吼，我就借300块就对啊，我阿姨300就对啊，来，快讲来。迄个伊要吃，我讲买个几块都有去安尼啦吼，少少条都好啦，我想要吃一对300，好啦300块，就来300都好啦。啊，你要吃我啊，我就吃300块，我想要吃300块，别来300都好啦。好，要吃我啊，我就吃啊，别来300都好啦。在那边有直播，要等一下下。好，吃我啊，我就吃300块，我想要吃300块。土城到个多？300块，我讲我是300。你吃我啊，我就吃300块。无哈，我吃完之后，你对，你有先讲，我先卖啦，你好不好？哦，可以啦哈。啊，这300块旁边还好，就卖好不好？可以啦。我讲来啦，哈。来，我这边讲钱，来啦。我这家算你的头多吧，好不好？我这样再我条你看一下，好不好？看一下这个怕什么？乐乐长，这里啊。我讲来啦，哈。这回灰很大只，你看都超过篮子了。气死那个吸管那个。哎哎。那个没有了。来，我讲哈 ，Hello， 不好意思哈，我给你解释一下哈，我这叫人包装好啊，我去试下看卖啦，好不好？一包偌重？1公斤啦，可以包1公斤，安尼啦，好不好？啊，你等于赶快拿出来钱也好吃啦，好不好？哦，出来钱好吃来，再叫我几下头，我怎么吃？一包1公斤哦，不是1斤哦，1公斤甲1斤差不甲对过去啊。咱讲真的来，要吃我讲一包卖偌济？卖500，卖400，安尼无说你第一刀就对啦。哦，属于第一刀，叫土刀就对啦，土刀吧。快讲来啦吼，有想要吃就吃来啦吼。这包卖讲500做400，开300做200就对啦，1公斤啦。安尼好不来，快讲我少少条刀啦，我想要吃出来的土刀吧，2包去啦，哦2kg，2kg是3斤哇吼，来400，哦400、300，有人要来无300，伊阿哥来，想要吃啥？来等一下来，2包来都200。哎，包点蛮方便的，400来，400来，我来。刚刚好。400袂落啦，我来。快讲来啦，我来。来啦吼，那是要食的无？要吃就是200块来，都200来，都这边来过来，来飞啊200过来，200块来，都来200吼。这样算一个头头吧无？我就是200块算一个头头吧，这边200都好啦。那想要吃无？要吃就是200块属于头头肉，下面吃200块来都算一个头头吧，够阿么钱的无？算一个头头吧，200块属于头头肉，谁知道？算一个头头吧，无啊吼，属于头头肉200无啊，来快讲来，快来，好，我讲白哦，这一包1公斤哦，哦一包1公斤来，那下面吃就是200块算一个头头吧，咩无200块谁知道？啊，200块头度吧，放咩来啊？吼，无吃袂白，镜头卖大平好无？头度吧，200无啊？吼，细个头度吧，无啊？我来上个时间都几块钱来，我来，我讲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吼，来，我讲钱，我来啦，吼，来，好钱，来，好钱，来，好钱，我买好无？迄个，哎，我先，我先来，我讲来啦，我只两只箱，我买只箱啊，无紧，因为我唔知你要食啥，我卖卖好无？我卖卖来，我来，我讲只箱啥物食，只箱啊，我来，啊，这嘛袂歹，只叫食鲔鱼汤免煮啊。吼，唔免煮啦，囥咧客厅袂害啦吼。有想要食一项，买100块多啊，鲔鱼汤，想要食100块。吼，鲔鱼汤100块谁知道？哪会讲来吼？要食鲔鱼汤，我就100块鲔鱼汤，想要食100块来都100块。鲔鱼汤100块谁知道？鲔鱼汤100。
无要，我一头去爸爸旁边，哎呦，来我就一个来倒，好不好？我就一个来看什么吃啦，七百块来倒，卖有几块回鱼塘一百来倒，我一百块回鱼塘什么吃，七百块来倒一百，回鱼塘一百块谁吃的？回鱼塘啊，七百块回鱼塘什么吃？这回鱼塘。啊！你明仔我一边带钱来，一百块来，我食些鱼汤的无？我到现在我才半箱尔啦吼，我就半箱尔啦。要食鱼汤，我就一百块鱼汤，下面食一百块来，多一百块。好，要食鱼汤，我就一百块鱼汤，下面食一百来，多一百块。鱼汤一百块，谁吃的鱼汤？一百。无啊吼，鱼汤一百块旁边哎呀吼，后尾常常回来，我讲来嘛。哎你，我先讲一排坐下来啦吼，快点坐下来。你有介意恁先讲好无？好，物件有介意恁先讲，无紧啦吼。我讲这咸鱼啊，什么真的？好，咸鱼啊，保证未死咸。哦，即摆咸鱼袂讲足咸的啦，讲真的啦，好啦，我讲大只大只就好，阿妈讲一尾了偌济，咱讲真的啦，九十八十一百无重要，好，阿只想想要食两尾肉去好无？好，两尾肉去卖两百，安尼好无来？我讲卖两百，可能卖少点，大家袂害，我即摆搁请你，我就一两百好，好，两百块啦，咸鱼要看啥物真的啦，好无？咸鱼有人要食这无？咸鱼两百块，来我讲啦，你要想要食就一个，看啥物食来吼，我最开用一堆两百咸鱼，啥物食两百块？好，咸鱼我就一两百块，咸鱼有人要真无？咸鱼，好，咸鱼两百块，咸鱼啥物食两百？无哟，来，我讲来，无早真济啦吼，我有兴趣无？有兴趣你就来啦，好不好？好，四位两百就对啦。我讲，只不过我现在就只来，我才才两百块咸鱼啊。好，咸鱼啊，就只两百块咸鱼，啥物真嘞？好，咸鱼啊，就买咸鱼，存三十块、四十块来炒，小小来放心嘞。两百块咸鱼，啥物才两百块？咸鱼两百，无哟。啊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来。我这咸鱼两百块冇乜钱啊，吼。咸鱼两百块炒我，我炒我袂放心，我买大平一包咸鱼。你先回去。无啊，好来，可能冇乜炒我哈。即摆是安那什么情形？安那怎么冇乜炒小我？俺讲真的呀，俺做艰苦的呢。哎呀，你冇去炒我做艰苦的呢，俺讲真的呀。啊，这两百无吼，两百好少一个，无吼，还好调回来。那安尼啊，还做冇感情的呢？讲到规半波，讲到水甲全部也冇乜炒小我，俺讲真的。啊，来，我来讲，来，我来，来，我讲来啦，好啦，来，你别食钱哈。迄个我讲一下啦哈，我等下我摕一寡担面台物件出来，你看咧好不好？啊，等下两百块不讲了，哈，来，迄个两百，都两百块啦，好啦，我讲来啦，好，别忙啊，迄个人要吃无？我问一下哈，迄个雪姨，迄个人要爱无？雪姨啊，拢无哈，你要爱伊啊？要爱两百，两百块来，我来给你钱啦，我就是。咱讲八块钱一首尔啦，嘛无啊。咱讲真诶啦，好啦，我讲来啦吼，你当用钱就好啊。我今仔载两首尔啦，好来啦吼。要只好赶快就一两百块来倒属于土豆咯。安尼好无？我讲来啦吼，一包外糖，一包一公斤啦。哦，一公斤装的，一公斤装的吼。我就一两百块来倒，算你头多吧，两百块来就两百好啦。我讲要咩吃无？要只好赶快就一两百块来倒，算你头多吧。哦，两百块坐去上面吃两百块，算你个就一两百块，算你上面吃两百块。无啊吼，算你两百块咩啊吼？雪咱要讲旁边插话吼，旁边插话吼，就是咱要去买存在袂忙来，我讲来啦，好啦，来咧，我即摆讲一下啦吼，来咧，我讲我即摆在什么吃到起啦，来，大鱼啦吼，炖鱼啊吼，我咧讲一下吼，炖鱼虽然大正好食太好啊，免恁台，啊，你听我意思啦吼，啊，算太好啊，啊，恁若要吃我讲来啦吼，太好啊，你盐细盐细细，你先就好食咧啦，好不好？啊，细盐细细，你大正就好食啦，咱讲一尾了偌济，咱讲八啦，我讲你台一尾三十块四十块都是有啦。哦，一尾三十块、四十块，一定有诶啦！我对你来看啦，我讲来吼，两尾四尾啦，哦来，六尾、八尾、十尾就一下来好无？哦，十尾要卖恁四百，哦要卖恁四百，要卖恁三百，我就一两百就好啦。八只两百块，啥物坐咧？八只两百，你在座要食八只无？十尾两百块，来我讲来吼，小姐要好啦，好十二来，莫搁加讲啊好无？来十四来，来十五、十六来两百，都两百块来。好，快食吧，伊也讲起来啦，二四。来六，来八，来十，十二，十四，哈，十五，十六，来两百，就好啦。我先把这两块钱来，我来了哈。二四六，来八，我来十，来十二，十四，我来，哦，十五，十六，各有两百，都要把这两百块这边来两百。大姐，你有掉一只了？掉一只，来，我掉了一只。他说二四来，七位来，我来，未来，八位来，我来，哦，十位来，我来，十二来，十四来，我来，再来两百，都两百块来。我先把一百块钱把这两块来了哈。我讲来了，我来一，三。好啦，八、十、来、十一、十二、十四、十六，搁两百块八千，搁啥物钱嘞？八千两百块啥物钱？八千两百，八千两百块啥物钱？两百块。好，搁一百块，好起来嘞啦吼！一来四来四位啦，来啦吼！我搁老尾老尾两百，就这样，好八千啦。搁一百块，好几百千，啥物钱？八千啦，好来呀吼！老尾老尾八千，搁啥物钱？八千啦，我就只两百块啦。来啦，好来。好，搁一百块，无搞笑。来，好来，搁一百块，无搞笑，八千啦，好来啦吼。后尾两百两哟，我等我一下，无挂人吼。来，我讲来啦吼，搁有啥物事啊？无搞起来啦吼。后尾两百块八千，搁啥物钱来八千啦？我了只两百块，啥物来八千啦？嘛搞起来安尼啦吼。来八十来啦吼，来十二，来十二来啦吼，十四，来十六，搁两百块八千，啥物钱嘞？
还有吗？百一两百块，我头壳要死，百十块哈。我百只两百块，十块哈。不要炒我白板镜头，卖托白哦，不怕切啦。无哈，我只海菜没关系。我等我一下这个百只旁边来哈，问一遍。无啦，好来，我过来。这个我讲一下啦哈，你先讲我先卖一下好不好？好，你先讲我先卖啦，好来。我讲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好来。我先讲我先卖一下，快生我来啦哈。我讲来啦哈，这嘛袂歹，这也无错啊。好，这叫啥？我讲这叫虾啦哈，虾穿个衫衫好食无虾啊？好无虾啊？我讲水个啦，好食活动，食两斤啦，好食两斤重就对啦。啊，保证无红头的。好，虾也无生红头，恁知啦吼。好，虾也无生红头，恁知啦，好来。我叫你在做几个镜头啦，安尼好无？好，水个虾啊。叫一个面试看一下好不好？看吃两斤重，啊！我讲来使无偌济来，看来，即下卖讲卖偌济，卖五百，本来吃卖五百，卖四百，啥物吃四百？无吼，吃四百无吼，看两斤重啦吼，看两斤来四百无，看来三五来，看啥物吃几多来，卖几块三百块来，要吃虾无？要吃虾就是三百块，虾再吃三百块多来，虾三百，虾三百，本来吃虾无就是三百块，下次三百块谁知道？无吼，虾三百无吃完吼。哎呀，三百无一成话吼，无一成啊！等边啊，袂忙，见到卖大饼，我来袂忙，来我啦。我讲来啦，来啦，来啦，我啦。来嘞，我讲起我来啦吼。喺度，这啦，只要穿条子啊，一个好无吼？一分钟就好啊，多谢。我讲来，这叫啥海菜？我煮只冬瓜汤，不啦汤不啦，加煎两好食来好无？海菜啊，要食海菜，我几下头看啥物食好无？卖我食袂偌济，五十、六十、七十、八十不重要。我讲来啦吼，两下袂百四啦，开百二，开一百块就掉一百块。好，今日面试恁同意袂？下三一百就对啊，三个一百块海菜，先食一百块就对啊。来要食，我讲见到来试啊，都叫你阿姊啊，一百块来都是百来块来。要吃海菜，就一百块海菜，下面吃一百块。海菜一百块谁吃的？来，海菜一百的，好来。不要吃海菜的无？不要吃海菜，一百块是等来好啦。好，我讲一百块海菜，下面吃一百的，一百块谁吃的？我讲来啦哈，不要吃海菜无？来吃两盒啦，好无？三四啊，一百块还袂停掉啦，吼，一百块来，好一百块来。来嘞，我问一下哈，来嘞，不要吃。